啦，老师好。职业上来帮我擦一波。嗯，职业交易上，以后九一的没有擦，你们都要上来擦。九一的窗帘啊，他。那个去拿习作过来，我上习作。然后请你翻开，先看立体图形，你们哪一题有问题？你们回去不是都有跟我讲说你有写作业吗？翻开立体图形，看你哪一题有问题，你直接从那里开始。24页开始，从24页开始。你要哪一页？25页的哪一题？好，我们看25页的最下面那一道题目。好，这个是一个，他有告诉你一些长度，然后呢，跟你说有正方形，有半圆，对不对？然后有给你一些长度，然后要问你这个古迹的体积，对不对？体积，体积怎么算？体积啊，体积怎么算？现在翻开25页，不、啊，对、啊，25页，翻开25页，体积怎么算？长城光城光是特别的长方体啦，对，你们听得懂他讲的东西吗？他刚刚讲什么你们知道吗？你长城光城也刚是特别长方形才可以，我现在讲的是任何柱体的体积我们都怎么算？柱体体积怎么算？他刚刚有讲，你们都忘光了，那是最重要的东西呢。没有，跟这三点一四没有关系。就要看你是怎么做出来的嘛，对不对？比如说像我这杯水，我在装水的时候，它就会用圆形不断的堆高，不是吗？所以它会用这个形状不断的在拉高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装的那个水有多少容量？我就看我是用什么样的面不断的长高，有听懂我在讲什么吗？所以看你是用什么面在长高的，所以体积就看你是用什么样的面长多高，写上去，写在笔记本上，体积我们要算柱体的体积，柱体的体积就看你是用什么面长多高。所以柱体的体积到底会有多大，就要看那个面有多大，还有那个高有多高，然后再把它们两个怎样，再把它加起来还是乘起来啊，再把它加起来还是乘起来，是加还是乘？啊，是加起来还是乘起来？那个我们那个过年的时候，不是都有那个一罐一罐的，然后就把它叠起来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用这一种的去叠嘛，对不对？然后看你叠几层嘛。如果像下面1、2、3、4、4罐，叠4层，每一层都这样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看你下面那一层有几个，然后你叠几层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会把它做乘法还是3层就好了？所以你会是4+3吗？不是嘛，对不对？你应该是这个每一层是4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叠3层，所以你应该是每一层都是4，所以4+4+4，对不对？
那四加四加四不就是四乘以三？所以你就看你是用什么形状，什么形状都可以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用这种形状，你可以做这种形状的果冻，然后再看看它可以长多高。所以它就会用这种形状。找麻烦，所以用这种形状长这么高，所以它每一层都是这个样子，对不对？每一层都长这样，每一层嘛。然后这种看你有几层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的总体积有多大呢？就看看我这一层，看这一层是什么，对不对？然后再看看它有多高，这个叫做什么？你用什么当做底面去长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这样做出来的体积有多大，就看你用什么面去做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再看看它长多高，把这个画在笔记本上。啊，你不用画的跟我一样，你形状自己画，画的越奇怪就越不好画，像刚刚就不好画，那随便你啦，就是看你用什么形状，然后长多高。啊，因为你是用这个形状长这么高，所以它的体积就这么大。它是做乘法，不是做加法，因为你是每一层都一样，看有几层嘛，对不对？所以高的意思，高的意思就是有几层。啊，每一层，这个是每一层，每一层有这么多，然后有几层，对不对？啊，每一层都有这么多啊，每一层都要加起来啊，因为每一层都一样啊，所以像刚刚这个，每一层都是四，所以就会四加四加四，那所以我们做一个运算，叫做四乘以三，对不对？两个都要画，这个就看你要怎么画多少。啊，这个你看你要怎么画多少，就是一层，每一层怎么样，然后有几层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层都是四，所以是四加四加四，没有错，没有错，你是四加四加四。可是因为四连续加三次，啊，不就是四的三倍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就是这个是每一层，这个也是一样的道理，每一层，每一层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然后这个是有几层，有几层就加几次，加几次就变几倍，对不对？所以四加四加四，每一层都是四，所以四四四就四的三倍。那这一个一层一层一层，看你有多高，就有几层，那就几倍。好，那先把这个写好，这个最重要。整个立体图形就是可以。啊，那个长高的过程，你那个要长一下，要长上去，这个要画一下，它才有上去。就像我那个水，我那个水不会只有，我那个水你不会只有上面这里、下面这里，哇，中间都是空的，不可能嘛，对不对？不是上面一圈、下面一圈，没有，它是用这一种形状往上涨，对不对？你在装水的时候啊。我们在装我这个茶杯在装茶的时候，它会用这种圆形不断的长高，这样，那我长多高我就装多少水。画好写好的，再回去看第二十，再去看那一道题目，请问它的底面积在哪里？该给看，该给省。你告诉我底面积在哪里，高在哪里，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。接下来就是怎么算的问题。再回去看那个二十五页最下面那一题，你告诉我底是哪里，高在哪里，它用哪一种形状在长高？请你把它特别标记出来，它用哪一个形状在长高？来，自己来，自己来，这个一定要自己来，不要看别人了，请你自己来。他已经帮你画好了，对不对？请你标记出它是用哪一个形状在长高的，自己来。我跟你讲的就等于是你的，我的东西而已。像这个箱子，你可以说，来注意看了，你可以说它是用这个面在长高，对不对？
所以你会说这个面在长高，对不对？了解意思吗？但是我也可以这样子，我一样，我也可以用这个面长这么高，就会出现这个立体图形，对不对？我可以用这个面，对不对？我可以用这个面长这么高，所以我的体积就是这一个乘以这一个，对不对？因为它是用这个面长这么高嘛。但是我也可以这样看啊，我也可以用这个面来长，用这个面来长，它就变成这样，用这个面长到这里才到胸部，对不对？所以用这个面长这么高，了解意思吗？所以你也可以用这个算汤，你也可以用这个面算汤。啊，因为它是长方体，所以它就刚好，这一个是这个，如果是长，啊，先不讲那个，就这样。然后现在请你自己去找一下25页的那个图形的底面积在哪里，底是哪一个，底是哪一个，标记出来给我看，然后高在哪里，标记给我看就好，标记给我看就好。你可以画斜线给我看，你可以画斜线给我看，底面积在哪里？底面积是哪一片？哪一个面？哪一个面是它的底面积？哪一面？直接涂上去可以吗？直接用虚线，把直接用那个斜线标记出来。它是用哪一个当做它的底面去长高的？会看这一题就很简单了。这是后面的东西，好，所以你看得到的是这边是有一个面，一号、二号、三号，下面这里也有四号，对不对？这里就把它当成是四号好，因为它是同一侧，它二的对面就在这里。写下它是用哪一面，请你写上编号，我只要看编号就好。它是用哪一面在长？它是用哪一面在长？所谓的用哪一面在长，就是它长的过程当中每一面都一样哦。我在装这个茶的时候，每一次在装的时候，它就是同样都是圆形，圆形不断的都是圆形，同样的大小不断的在长高，对不对？所以请问一下，它是用一二三四的哪一个不断的在长高？写编号，我要看你的编号，写好了吗？写好了吗？来，你一定要做选择，选对选错无所谓，但是你一定要做选择。请问它是哪一个编号？写好了，请举手。还有人没写好。哪一个编号才可以让它从头到尾都同一面，然后不断的在长高？用哪一个面才有机会长成这个样子？一起长高，每一层都一样，每一层都要一样。编号几号你没写？哪一个编号你没有写编号？我是说你会选哪一个编号，你要告诉我你要选哪一个。你写没有关系啊，你要选哪一个？你还没选呢，选哪一个？你选哪一个？你选几号？你选几号？好，你选几号？好，如果你选择的是四号，来注意看哦。这也是不是镂空？你选四号，
四号的话，换句话说，你是用这边有一个底面在那里，对不对？这边是也有一个，也有一个，对不对？好，用这个就好。反正你知道，你知道他站在地上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你选择用它，这边是不是镂空？所以你是用这个方式长高，对不对？有长出这个形状出来吗？所以四号是错的。为什么是失败的？用力刚长得到，长不到，重新再选，四号是错的。你四号只能够怎样？长这里没错没错，左右都可以让你长出来，可是中间漏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四号是错的，请你更改。有人已经写对了，不要再选错咯，要对自己有信心咯，再改。四号是错的。然后我再跟你讲，有人选一号，一号对的是错的。一号如果是对的，代表你是不是大概是这种感觉，对不对？然后往下长，对不对？可是往下长你会这样嘛，整片下来，对不对？连这里都补满了，对不对？它有机会落空吗？没有机会落空，所以一号也是错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请问一下，哪一个也是错的？二号保证是错的，为什么呢？二号不就是这样吗？然后长过去，对不对？它一样是不是全部填满？有机会落空吗？没有机会落空，所以换句话说，答案一定是哪一个？三号保证可以，为什么呢？他就用这个形状往里面长，有看到吗？知道我在讲什么？需要我做出来给你们想象。这个跟它不大一样，可是呢，可是你会看到这里有洞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用这个长高，中间是不是很自然就会留一个洞在那里？知道我在讲什么？这里有洞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我这样扫过去，如果我这样扫过去，是不是有东西的才会长东西？没东西的是不是就落空？知道我在讲什么？所以这个感觉就是好像我这一张纸就剪成这个形状，对不对？然后就往内走，知道我在说什么？知道我在讲什么？懂吗？所以这一个是用这一个形状，所以它是用这一个形状。用这个形状长，你看到的是往内长，对不对？我也可以把它想成是往外长，我可以把它看成是里面这个，对不对？它这边就一定空的，对不对？有东西才会长，没东西就长不了东西，对不对？所以它用这个形状长多高？什么叫高度是哪一条？请你们写给我好不好？自己写，我不要帮你。请你，他应该都有给你一些数据的，请你告诉我它的高度有多大。自己写，这个的体积就会等于用这个来长，对不对？每一层，这个是每一层，自己写哦。每一层都长这样，啊，长多高啊？那个高要看哪里，对不对？自己写出来给我看，来图形画上去，我要看到你们画图。这个的旁边就写上这一个，这一个就等于，因为你们右边没有位置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们要画到左边，或是画到下面，自己找位置的吗？好，因为你这个图的，你们的习作上面的这个图的旁边没有东西的嘛，对，没有位置啊，所以你要把画在它的下面，要把画在它的左边，就自己告诉自己，它的底面就要用这个去长。长多高？它那个高，你要告诉我数字是多少？这一题基本上到这里就算结束了，接下来就是算而已，算已经是最后一步。非常好，来把它算出来。好，我要看你的那个高哦，你的高，我要看你的高哦。高是多少？高在哪里？好，非常好啊！你就直接写在它旁边了。
好，这边如果没有位置就写这里。不对，再想一下，这个的高必须是用这个去涨的时候，它的高潮这么高，对不对？伊那是按那涨，没错，它的高度是八，可是它不是这样子涨，它是用这个面在涨，对，它是用这个面在涨，往下涨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也可以把它翻过来，我把它翻过来，我把它翻过来，不就是这样吗？对不对？它不就是往上涨？对了哈、哦，所以它涨的那个高度是哪一条的高度？哪一条？哪一条？再想一下，用这个面哦，用这个面涨哦。啊？有看出来了吗？好，然后去算。OK， 图形要画哦。很好，要家己看。你若是听着咱讲就无好啊。它是用这个东西涨的嘞。是。Yeah， 写上去。所以你要把它写成你多少，把它写上去。然后算一算，你已经写出来了，就算一算，不错，哎、欸，很好。哎，这个多长？你没跟我讲。哎、欸，你要告诉我有多长？不对，不是他。那个成品说他跟你一样嘞。谁要跟你一样？讲这样，那个八是怎样？他那个八是这样长高嘛？可是你不是用这样长的、啊。不是，哎、欸。这是它的面嘛，所以这个面是不是要嘛就往上涨，要么就往下涨？它这个是它边边呢，这个是它边边呢，然后面在这里，你知道吗？就往下涨，对不对？往下涨要看哪一条？这是它边边呢，它那一条在哪里？那一条就是哪一条？对啊，啊你有清楚？有清楚吗？确定吗？确定。好，算一算，不对，你怎么跟他们一样啊？你也不对，奇怪嘞，都会想那一个呢。A， 这个八，哎，你过来。来，先让我请你把它算完的哦。你怎么会？来，你刚刚有算的举手。你会去洗在那里，又停在那里，对不对？你现在该做什么事情？你已经知道这个是这个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是不是应该把这块面积算出来？这块面积算出来再乘以三就是答案。所以你现在要想尽办法算出这块面积。这里基本上已经解完了。他要算底积，我已经知道要怎么算，懂吗？如果以会考来讲，基本上这个一定可以拿两分。我再讲一次哦。你会考把这一句话写出来，基本上三分你已经拿两分了。他接下来只是看你有没有算对而已。你算对就再加一分，满分，涨了光奖哦。好，所以现在你就是想尽办法把这一个能不能把它的面积除出来，面积要想办法利用切割怎么样的，想办法去算，那是另外一个问题。这个你看这个盒子，如果它没有挖掉，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懂吗？它如果没有挖掉，就是这样。如果没有挖掉，我可以这样，它就从这一个长这么高。对了哈、哦，所以它如果它没有挖掉，它就是用这个长八那么高，对不对？如果它有挖掉，所以你就不能用这个长，用这个长的话，中间长不出来，因为中间挖掉了。懂我在讲什么？所以我们才会说你要用这个是挖掉了嘛，你要用这个去长，那你是不是要往这边长？涨了共享，所以不是八，是多少？对，涨了共享啊，所以你应该是要用这个往下涨，对不对？用这个面往下涨，或是用这个面往上涨，所以它的高度在这里，所以它是这样，你把它看成就是不是你的面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它是往这边涨，对，其实它是镂空的情况之下涨的，所以这一块涨不出来。还有要干哈？好，把它写上去。
还是停在那？停是坏事、啊、你就一直在等老师给你的答案就不好。你要算你能够算的，因为我一旦跟你讲之后，你只能抄我的了。最厉害的循环，我跟你讲了，那是我会晓，不是你会晓。基本上这一个，我把它画好一点，它就是你们的图形，它都帮你画得还蛮漂亮的，所以你可以用你的图就好。什么形状最好算？来，你们先把该写的长度写上去好不好？你知道这个多长吗？你知道这个多长吗？这条多长？八。这条多长？十二。有嘛？对不对？如果不是因为挖这个掉的话，我就很容易算了，对不对？所以麻烦的在这里了，对不对？哎，这种算东西哈、哦，最简单的就是长方形，对不对？你能不能有这个八，有这个十二？最简单的不就是这个长方形最好算吗？这个我们会算，对不对？看我这里哦 ，Hello， 这个我会算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我会算，我不是要全部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要把这块挖掉？对了哈、哦。那这块挖掉的话，那这一块怎么算？对不对？那、啊、这一块怎么算？你要怎么去算这一块？我现在只是跟你讲怎么算而已哦。这块我要怎么算？你会怎么？你看嘛，这个是这样，对不对？然后再半圆形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会对它做一件什么事情，你才好算？什么形状你是会算的？你要把它切割成什么形状，你才会好算？你会怎么切？你会怎么切它？这一个形状我不会算啊，哪有说先上去之后再半圆形的？这个我不会算，所以我一定要切它。要切哪里？Hello， 要切哪里？要这样切还是这样切？要哪样切？一还是二？啊？二，对不对？啊，从哪里切？它是不是这样子一起，对不对？长方形最好算嘛，它只能够算到哪里，算到这里而已，对不对？了解意思啊、哦？所以我自然而然一定会把它切这一刀，对不对？切这刀之后，这一块你会不会算？会啊。来，知道这条多长吗？这条多长？这一条多长？请告诉我。是吗？真的、哦？是的。好。他告诉你的是 VC 嘛，对不对 ？VC 是四，所以这里四，这里当然是哈。好，然后呢，他还有告诉你 AB 对不对 ？AB 这一条也多少 ？AB 这一条也是。好，解决了，这块是不是也解决了？对了哈，就剩下谁而已？剩下这块半圆，对不对？换句话说，再一次哦，这一块我怎么算它？这块我怎么算它？很简单，这一个我会算。都不用算了，写就好，了解意思吗？这一个完整的我会算，接下来呢，挖掉，对不对？我要挖掉这一个，理解我在讲什么？注意看了，配选你要注意听。我要算这块绿色的部分，我用我会算的再把它挖掉就好，对不对？那这一个怎么看呢？这一个可以看成是。切开，所以它可以看成是一个这个，再加上一个这个，请把它画上去，自己补上一些长度哦。然后根据前面我知道这个的长度，我知道这个的长度，可以。你上面的位置如果不够，你可以写笔记本，比较不会乱。笔记本 always 都可以用。就是如果要你们写的位置实在是不够的话，所以这个没有问题，这个没有问题。半圆的面积，圆面积怎么算？半径乘以什么？
忘记了，请你。长期在这边。忘记了，请你自己再写一次哦。这个叫圆面积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一个圆嘛，可是它只有什么？它只有什么？半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用这个算算出来之后，还要再怎么样？再乘以二，对吧？再乘以一半，对不对？来，请你把这一题算完，要算到最后的答案了。你算好了吗？你算好了吗？哎，不要用三点一四，全部改成拍，全部用拍再算一次。国中阶段哈、哦，如果题目没有跟你讲三点一四，你务必要用拍来表现了，了解意思吗？不要你算了那么多，结果人家没有要求你算的那么仔细。你的问题是，哪边有问题问我，请你把这一题自己看题目，把它全部算完了，要算完了，要算完了。你知道你在写什么？你知道你在写什么？真的吗？把它算完了，数据上去直接算完了。图形大概画就好，不用画得太漂亮。我没有打算要你们把时间花在画图形上，图形大概画就好。你花太多时间在图形上了不行，因为现在不是要训练你们画图的能力。你图形画得很漂亮，来自己算，你算好了吗？你们知道我在写什么吗？知道。真的吗？知道。这个等于只有这个而已呢，这个等号是给他用而已呢，你看怎样？所以如果我要把它写好，其实不是这样子写呢。所以它会等于这一个把它看两块，所以扣掉这一块，再扣掉这一块，这样写法才是对的。刚刚我那个是偷懒的写法，这一块可以弄成这两块。你说多少？不对，答案没有那么简单，拍还在啊，你的拍怎么不见了？这个是用这一个形状，用这一个形状去长，对不对？用这个形状往内长，长这么高，对不对？所以它要乘以三，对不对？那现在问题是说这一个嘛，所以我现在需要知道这一块到底有多大。那这块有多大呢？这块的算法就是先把它包起来，整个包起来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扣掉这块，我不要，所以扣掉这一块，对不对？那这一块不好算，所以这块我把它切两块来看，所以就变成这一块扣掉这两块，本来是要扣掉这一整块，这整块不会算，所以我把它切成我可以算的。我把它切成我可以算的，所以我切成这一块，再切成这一块。接下来就是算的问题而已，请你检查一下你的写法有没有问题哦。那是分开的哦，我把这个独立出来，因为三没有什么问题。这个面积到底等于多少？我要算它，所以它要怎么算，对不对？这个还是留着，难的是这个我不会算，所以把这个切成两块，扣掉这一个就等于扣掉它，再扣掉它，对不对？扣掉一块完整的，
可是这一块我不会算，我知道把它切成两个，我可以算。那接下来就是你把这一块算出来，把这一块算出来，把这一块算出来，然后呢，就等于把这一块算出来。这一块算出来之后，再把它乘以三，就是这里的答案。OK 吗？嗯。先自己来。先自己来。哎，我还没有看到有人写出来呢。把黑板的图形画，把黑板的图形画。图形不用很漂亮，我图形也画得很丑啊。请你开始算。等一下哦，八乘十二为什么要除以二？长方形面积怎么算？还需要除以二吗？不用哈，因为为什么呢？长方形就是看你用哪一个长度长多高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所以每一条，然后有几条，对不对？想要问一下吗？所以长方形直接乘起来而已，谁才需要除以二？谁才需要除以二？它会切开变两个三角形，对不对？三角形才会除以二，小心哦。长方形为什么？啊？长方形怎么算？长乘宽，你是调高还是够的？我本身一下一个够不了。这个有了，然后你用它乘以，等一下，乘以三应该要最后，乘以三是你把这个挖掉之后。你把这个挖掉，你的这个乘起来是整片，对不对？你算的这个是这一块，对不对？那这一块有包含到里面这个，对不对？理解吗？所以你写的非常好，你要剪它，你写的很清楚，你完全是懂，就它要剪它，剪完之后才是这一片，对不对？剪完之后才是用这一片去长高，所以乘以三应该是在你把这个算出来之后才乘以三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再来就是。你要用你这个想法算，你要先算出这一块面积，再乘以三。有懂我在讲什么？说一下。你写在哪里？你还没写。好，所以你有算出这一块，那你有算出这一块，但是你这个写法为什么很担心？就是他的写法就很清楚，他的写法跟我不一样，可是他写得很清楚，所以我完全不担心。你们很多人都跟你一样。他写的还不错，他写的分割的还蛮清楚的。你的借我一下，看谁？他写的我就都不用担心，因为他说他要扣掉它。可是你的我为什么会担心呢？你的我会认为你扣掉它就等于他加上它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他扣它等于他加它，哪有？事实上只有他跟他相等。对啊。对 啊，可是你这个写法就会很容易让人家误会了，懂意思吗？它后面这个应该是一起的，对不对？那我只是把这个转成这个，理解吗？所以最好是写成那样比较好。我做了一个不好的示范，因为我觉得你要自己来。好，所以这个没有问题，这个你也知道，啊，这个你也知道，这个确定是它吗？半径乘半径乘以派呢？半径是多少？二的四，然后再乘以拍，叫做四拍呢。可它只有一半呢。半径乘半径乘以拍是一个圆，一个圆面积，一个圆面积。好，然后所以这个会等于二拍，对不对？那你看嘛，这两个是不是可以算？可以算，你就要算。Yeah, 所以就八十扣掉二拍，可是八十扣掉二拍。二拍就没办法跟他们算，对不对？我用拍表现，所以这两个可以算，可是他跟他没办法算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用八十扣二拍来表现答案。可是你算的这个只是这个而已，你还要怎样？你把你算出来的答案一起乘以三，答案算完，不错。圆面积半径乘半径乘以拍，继续写，快写完了。哎，不错，你们写的还不错。但是十二吗？嘿，一监管，我下底下照例监管你啊。
96扣掉16等于80，你的80怎么写的那么奇怪？好，继续。啊，你点管？哦，你点位这样？二排二二八。哎，怪怪的。228。这个扣掉它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又是它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扣掉它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没有等于它呢，这两个应该是它呢，对吧？是。哎，你有注意到你等一下，这两个是什么东西啊？这两个是什么东西？你刚才你的想象，我看不懂为什么，什么叫做这一个等于这两个加起来？你黑板看得懂我在写什么？啊，请问一下，你这两个在写什么？这两个是对位。修改了，要像黑板那样懂吗？你应该怎样？按个你写的表现方法有问题。好，来，我带着你们来算一下，答案不是二二八，没有人算出来吗？等一下啦，我们好了，讨论，你要让我们等一下，你刷到思考，讨论，160哦，不对，你的拍怎么不见了啦？160是160，乘以3呢？对，但是我跟你讲，你有一个小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就是你这个用心算的，这个用心算的，这个用心算的不好，懂意思吗？哎，你都用心算的不好，就是你最好把就是在这边写上12乘以8，好，或者是在旁边写上，因为你这个是算出来的，12乘以8写出来，4乘以4写出来，这一个是半径乘半径乘以半再除以2写出来，然后才会有这一行。然后有这一行之后，再用这一行乘以3，可是用这一行乘以3是这一个算出来的答案乘以3，所以它是一起乘以3。你刚刚的写法，我们这样读是80扣掉二拍乘以3，所以只有二拍需要乘以3，跟要一起乘以3是不一样，理解意思吗？这很重要哈、哦，你稍微修一下你的写法就好了。你刚才立在下场，你从头到尾知道自己在写什么？如果知道就太厉害了。好，接下来你是不是这一个是算出这一块，对不对？那、啊、你这一块已经算出来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算出来之后的这一块是不是应该要乘以3？这一整个要乘以3，对不对？你会写这一个，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不能解。如果可以解，我就解。就像刚刚这两个可以解，我就解。那、啊、这两个不能解，我就放着，对不对？可是它要剪完之后才可以乘以3，所以要剪完之后，所以要刮。你没有刮，它代表的意思是80扣掉二拍乘以3。这个的写法的意思是只有二拍要乘以3，有没有懂它的差异性？哎，对，要刮好。490呢？没有490。好，来，我们很快的来讲一下，大部分有写出来了。来，这个是12，这个是8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是12，这是8，看这里哦。然后这个不是44啊？啊，这个不是4吗？看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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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这里。所以这一块会等于多少？8乘以12，啊，这一块呢？4乘以4，啊，这一块呢？半径乘半径乘以拍，可是它是直径，对不对？切半，所以2乘2乘拍。可是这个是整块面积，对不对？它可以改来不及换了，所以你还要再怎么样？除以二，再继续算，这算出来多少？这算出来多少？6。这算出来多少？2/4。2/4也就是。2/2，所以4。来，谁跟谁可以算？96扣16等于多少？80。所以我们就会写成80扣掉二拍，这两个没办法解，对不对？有拍你不拍嘛？不要在什么？啊，你省出来这一项，这一块对不对？终于这块被我算出来了，就是80扣掉二拍，对不对？啊，这块不就这一块吗？所以就是80扣掉二拍，对不对？这样可以吗？然后再拿这一块怎样？用这一个东西，用这一块面积长这么高，长了3层高，对不对？用这一块面积长了3层高，所以要这整个乘以3。所以你的写法必须要80扣掉二拍，这整个要一起长高，对不对？
那因为一起被他算，所以呢，八十要乘以三，240。二拍乘以三，六拍。有写出这个答案的，请举手。哎呦，好，你没有写完的，所以你到这里就结束了。不是啊，我把拍不要，哎，拍拍拍拍，跟他没办法算啊。拍拍拍拍没办法剪了、啊，你还没写完，你回去把它完成可以吗？我就不要留你们，回去务必要自己写完，好不好？好的，下课。谢谢老师。只有一个。谢谢老师。下课。七个人讲话。不整齐。